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今天公园服出了一个新的求生者咒术师。听说啊，他是一个让监管者非常头疼的人物，干扰能力非常强，甚至能让监管者当场自闭。那么他到底会对监管者造成什么样子的干扰呢？现在就让阿阳来带大家一睹为快吧。咒术师的第一个外在特质叫猿猴咒像，这也是咒术师的随身物品。因为有诅咒的能力啊，所以除咒术师以外，其他角色都不会用，所以是属于咒术师的专属道具。说起这个道具啊，那可就厉害了啊！使用这个道具会消耗一层的咒像守护的效果，在诅咒范围内啊，离你最近的监管者会短暂的麻痹。当咒像守护有三层时，会让监管者麻痹更久。每次监管者要追上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技能，然后转身轻声问他：“你感动吗？”被问候的监管者啊，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啊！哎呀，想想都感觉很爽。还有啊，这个道具不只能用来干扰监管者，还能用来救队友呢。当监管者抓紧你的队友时啊，你用一下道具，你的队友一下子就被救下来了。可是控制时间不长，如果真的想救人的话，还是攒到三层以后再救吧。咒术师第二个外在特质叫做咒像守护。当咒术师啊身边出现监管者的时候，就会积累守护效果。这个积累效果啊和先知的差不多，唯一不同的啊就是你不用一直盯着监管者看，只要监管者在附近啊，就会一直给你积累。监管者离你越近啊，积累的速度越快。如果监管者攻击到你啊，就会立即获得一层守护效果。哎呦，你敢打我？我看你是不想混了，给我在这乖乖站好，好好反省一下。咒术师的第三个特质叫做咒力庇佑。当咒术师治疗别人或者被别人治疗的时候啊，就会给那个人施加庇佑。如果监管者伤害被庇佑的人时啊，就会给咒术师叠加一层守护效果。咒术师的最后一个特质叫做咒像反噬。由于咒术师啊常年接触咒像，诅咒的力量也慢慢侵蚀了他，让他持续受到痛苦。所以咒术师啊在被治疗时花费的时间增加20%。好了，到这里他的特质已经全部都说完了。除了治疗时间有点长以外啊，翻板翻窗的交互动作啊并没有什么负面影响，修机的速度啊也很正常，能修能溜，基本上已经是个完美的求生者了。大家看到这里，对这个求生者有什么想法呢？不妨在视频下方评论说说你的看法吧。